世界上拥有最大脚的十种动物啊，你不看到你永远不会相信。看看这个牛角有多长，霸气不？太漂亮了啊，这是真的啊，你可能是没有见过这大牛角，太狠了啊，漂亮。这老牛肝脏才给力啊，这牛得好好保护啊，这牛角太漂亮了啊，用来斗牛的话有点可惜了。看看两只牛在干仗啊，疯狂的斗牛。这一群牛，牛角长得都这么霸气。这要是干狮子的话，肯定很轻松啊。这是羊角啊，这个羊长的角也很牛啊，没见过啊。今天给老铁们开开眼界。这牛角长得真的很给力啊。看看这个羊角长得也相当的漂亮，再看看这个犀牛角大的有多大。犀牛大家都知道啊，它是濒危灭绝的动物，犀牛角啊很珍贵。看看这个牛角长得相当锋利，哇，这家伙太狠了啊，犀牛 VS 水牛啊，两个大牛角看一看。哇，这个牛角太长了，看着有点恐怖啊。现在这个牛角啊，各式各样的啊，老铁们可能是没见过。这个是大羚羊，裸角大羚羊啊，它的角长得螺旋形的，是羚羊当中最大的一款。这角长得真有特点啊，螺旋形的。今天给大家开眼界了啊。这脚长得真的漂亮啊，相当的给力。牧羊犬 VS 猎狗，猎狗呢在非洲草原上也是称王称霸的啊，人送绰号二哥。牧羊犬呢就是专门看护羊群的，他为了守护羊群呢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，所以说今天牧羊犬和猎狗啊，
攻击野猪。你最应该害怕的十只狗，看一看，这是德国牧羊犬啊，经过专业的训练，这就是警犬呐。在中国呢，德国牧羊犬也是很多，作为部队的警犬啊，看看，一旦咬住它就不会松口，这咬合力也挺强啊。这是杜宾犬啊，这个狗相当的凶猛，一些国外的别墅里面养的都是这种杜宾犬，没有尾巴啊，经过训练以后相当的猛，主人拿它的食物啊，它也不肯放过啊。绝对是看家护院的好手，漂亮啊！这个狗的形状真的很漂亮。这是在参加比赛啊。雪橇犬啊，这家伙是个干活好手啊。直接可以和狼厮杀，绝对是个拉车的好手。看这小形状很漂亮啊，比特犬，这个狗最牛逼的一个了啊！看看这咬合力，一旦咬住它就不会松口。训练它呀，相当的费功夫啊。这咬合力杠杠地呀，这一身的肌肉啊，绝对凶猛啊！看看，一口咬住胳膊啊，看着就恐怖啊，这大嘴叉子。哇，这狗的皮毛不错呀，像花斑豹一样啊，这家伙一看就老有力量了，太凶猛了啊。这大耳朵有很多狗，我估计大家都没有见过啊。世界名犬，
最后闪亮登场的是藏獒啊，看看这大长毛吧。藏獒是可以干狼的啊，相当凶猛，能把铁链子咬折，你说说他狠不狠？太牛逼了啊！这个猎狗，看看这个油猪，马上进入洞穴啊！猎狗和幽猪的洞穴一样，都是在地下啊。一个家族生活在一起。看看幽猪把这个猎豹啊直接撞飞。这个狮子也参加了战斗啊。狮子狩猎技术还是高啊，可以轻松的拿下幽猪。受伤了啊！这只幽猪一瘸一拐的。这个大羚羊啊，被猎狗追到了河里面。哇，这狮子猛啊！直接干到大羚羊身上去了。这是猎狗啊，也开始追这个大羚羊。猎狗都是成群的狩猎，成功率啊相当高。哇，这个大羚羊真聪明啊，又干到河里去了。狮子 VS 猎狗，看看疯狂的狮子啊，百兽之王和猎狗之间的战争。猎狗呢，人送绰号二哥，在非洲草原上也有一号啊。除了狮子以外呢，他就排行老二了。狮子见了成群的猎狗啊，也得给面子啊。这个狮群狩猎了一只大羚羊，这个猎狗闻着味儿就来了啊。哇，这个单独的猎狗被狮子拿下了。哇，一群狮子把猎狗直接干废了。但是狮子把猎狗弄死以后呢，它是不会吃猎狗肉的啊。这个原因我也不知道。看看这个狮子在狩猎水牛。一会儿我们看看猎狗的狩猎水平啊，和狮子到底谁厉害。这个猎狗围上来了啊，这数量不少了，看这样，只要它的尾巴一翘起来，说明它的队伍已经集结到位，随时有可能抢狮子的食物啊。这个狮子吃饭都吃不消停啊。看看猎狗直接把这个狮子撵跑了啊。这个成群的猎狗啊非常难缠呐，一旦被它盯上啊那是没好。这个猎狗啊非常的抱团啊，它是群体狩猎，
看看，狮子面对成群的猎狗啊，也是懵了。猎狗最擅长的就是掏肛，看看这眼睛就看出来了啊，一到夜晚都放光啊，锃亮。这个狮子无能为力啊，看这样，猎狗的数量太大了啊。看看这狮子被猎狗干够呛啊，废了啊，太猛了啊，这群猎狗太凶狠了。猎狗反杀狮子成功。